雷北电死时遇上主考官马伊琍，私整容考生的马伊琍说了什么？马伊琍在上戏作为主考官可谓是足足火了一把，当面撕一考生整容鼻子整的疼吗，成为今年最铿锵有力的流行词汇，不少媒体网友也纷纷投来点赞马伊琍的议论。但是貌似今天马伊琍转战北电做主考官，遇上小鲜肉吴磊，这位口碑人气俱佳的小鲜肉会被马伊琍怎么说呢？据媒体爆料，吴磊今天是第四次在北电参加复试，也就是最后一轮，如果成绩优秀的话，吴磊也即将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。但是有媒体网友曝光上戏主考官马伊琍的行程居然有北电，也就是说马伊琍直接会出现在北电做四试主考官。马伊琍在上戏拍私立考生已经让整容艺考生哭得稀里哗啦，估计也完全没有上位的机会。这次马伊琍又辗转来到北电，估计又有一批整容艺考生遭劫，而且最令人瞩目的小鲜肉吴磊也即将参加北电四试，估计也将面对很艰难的考验。不过吴磊作为娱乐圈的口碑人品爆棚的小鲜肉，在演技上也得到冯小刚的认可，恐怕马伊琍不会怎么为难他了吧。